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Marco， 今日我哋几个又落阿金圣艇，次次落真嚟都落大雨，唔知今日会唔会呢？近排周围都冇乜雨掉，希望我哋今日唔会啦。系啦，唔系啦，唔知喎。好细条嘅。哇仔，我哋有上昼时间系钓青州红道，可惜今日就冇乜咬口，净系望下维港东面，都知道暴风雨将会来临。阿 Roy 呢支红色鱼竿系咪好特别呢？又系一支手工鱼竿嚟，专登帮佢订做。好衰啊！要放资料先得啊！咁抵死？咩嚟咧？要啊！呢条应该要。好，留机。阿林 Sir 帮佢搞。好好，留机。到到到到到到。唔系啊，暗爹啊，阿姐。系暗爹。阿胜哥都知道今日天气同埋钓放会麻麻，都尽量帮我哋搵鱼。冇花画钓，咪钓下啲红沙粒咯。哎，真系乸，哎，点啊？今日农历十七，气温28至到34度，吹东南风三级，天晴。这个真系喎。
在埋渣的时候，阿胜哥都帮你吊翻条花画，画上完美的结局。呢一度就是全部今日的收获，唯有下次再努力过。今日的钓鱼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我是 Marco， 下一集再见。